58岁，玉女掌门人方文琳和歌手余冠华育有二个女儿齐优、齐维。2006年两人结束十年婚姻后，方文琳至今没有再婚，而余冠华则是后来娶了小9岁女友苏贞莹。虽然方文琳与余冠华已经离婚17年，但双方仍维持友好关系。近日方文琳还大方与苏贞莹同框，被网友大赞地表最佳前妻。据 ET Today 报道，方文琳近日带着老母亲、女儿等家人到乌来山上泡汤，帮大女儿齐优庆祝27岁生日，也一起到她前夫余冠华经营的餐厅吃饭。不过因为前夫忙于餐厅工作，加上小女儿于其为在南部工作，所以没有一起庆祝吃饭。在一系列的庆生照中，方文琳也有与前夫的现任老婆苏贞莹合影，两人亲密搭肩，大方的态度格外让人注意。方文琳也转述爱女的话，最爱与爱的人都在身边就已足够，大家健康平安就是愿望。从照片中也可以看出，方文琳与苏贞莹相处很融洽，她也在贴文留言处写下对苏贞莹的感谢，感谢前夫再婚对象也如此的宽宏大度爱我的女儿，提到自己有时候去乌来也会到他们家中坐坐，两人总有聊不完的话题，可见感情真的很融洽。也有人好奇，为什么离婚多年还能与前夫保持良好的关系？方文琳则回应，离婚后她没有与前夫断开联系，因为孩子需要爸爸，而她也一直都是有责任的爸爸，让孩子一直有余家人的疼爱不是很好吗？我自己也乐得轻松不是吗？方文琳一番话非常豁达，她也直言，自己是个放得开，不会纠结过往的人，善待自己才会活得更好。贴文一出，吸引10000多网友按赞，也引来陈美凤留言，欣赏你的个性和你的善良。